杨氏山庄麻布，第一次文员庄，两手慢慢举起，挥之前慢慢放下，再举起，放下来。再吸气，放下气，完了。第二次穿布装，预备，打开上左脚。再打开上右脚，再打开上左脚，再打开上右脚，吸气打开，合起来，吐气。打开，吸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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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合起来，吐气。好，还原。第三式踹步桩，预备，好，提右脚，蹬，放下，提左脚，蹬，放下，提右脚，蹬，放下，提左脚，吸气，蹬。提右脚吸气，蹬吸气，提左脚吸气，蹬吐气，完了，结束。